中国我所采取方，我何时会再见到你？人与城市的关系终究是一段传奇，无论感觉美好还是痛苦，当你面临着告别离去，人将依依不舍，由心里唱去。When will you I see you again? 我何时会再见到你？这是多么痛彻心扉而又无法挽回的遗憾啊！所以要惜缘人与人的关系，夫妻之余，父母兄弟，朋友邻里，故旧新人，所以要珍惜现有的生活，无论好与坏，得与失，要爱惜身边的一草一木，动物猫狗，友情之物。每凡彼时，到手一物从何而来，常有反省，心怀感激。即便你不信上帝神句，要原谅和笑待遭逢的一切，无论亲疏远近，高低贵贱，不要反目为仇，势不两立。那可憎的面目也是你的面目，那可恶的现实也是可怜的存在，迟早也有破灭离去。凡来到你身边所能感受看到的一切，人与物，都是千万年一遇，有缘之物。从星空大地到春夏秋冬，从花鸟虫鱼到青山绿水，某一天当你要转过身来，哪怕再多望他一眼，多待一回的时候，只是片刻虚回，你也抓不住他突然而无情地把你甩开，关上了去向明天的大门，而你将一去不返，沉于永远孤独的黑夜。这是多么痛彻心扉而又无法挽回的遗憾呐、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? 我何时会再见到你？也许你在另一个幽灵的世界，念念难忘的就是城市故乡的一切，喧哗的笑容争吵，生息成烟，没有人是真正的厌世者，而不迷恋这难以淡舍的人间。